流行星球，欢迎光临爱吃星球。那是张若愚，欢迎来到流行星球，我是 Teresa， 这是我频道的第一集。经纪人逼我出门，要不然我平常放假是不会出门的。在今天要拍片之前呢，经纪人就问我说，那请问一下你这个频道哦，要传递什么概念给大家？我就说哦，频道的中心是思想呢，就是一个字，懒字。然后今天呢，我就得知有一个展览，然后离我家也很近，所以呢，我就决定好，我要来这里，觉得很适合我这种懒人。我现在就一起去。那我现在是可以跟球互动一下吗？好，因为呢，今天我们其实是有一个任务，就是来这边除了跟这个光影互动之外，其实也可以来挑战一下，就是可以在这八个不同的场景里面呢，要找到有钥匙的图案在这边。如果你可以找齐四个钥匙的话，你就可以破关，顺利破关这样子。然后呢，而且还可以换小礼物。我刚刚已经先收集到一个了，但其他三个都还没找到。而且刚刚就在我拍的同时，我刚刚有瞄到一下，但他现在又不见了。我的优点很多，但有一个缺点，缺点你。因为这个地方呢，其他四面都有这个荧幕，连地上都有，所以其实就算一个人来也 OK， 你只要瞧好，就是找一个地方靠着手机就可以了，这样子。它这边光影很多，其实光影会打到我的身上，所以建议大家如果来参加这个互动体验的话，可以穿白色的衣服，这样拍照起来的话也会蛮好看的，是不是很美？又不用出门，又可以吹冷气，就看到流星雨，符合我懒人的作风。这一个很多人都会跟这个类似月球的合照。我今天就在等他，因为我看到那个展览介绍的时候就看到他，这个熊超可爱，而且其实不要看我这种冷酷的外形，我内心是很少女的，我很喜欢粉红色跟紫色，所以这个场景是这里面我最喜欢的一个场景，推荐给大家。前几天还在挖我之前出国的照片，我发现去那个苏梅岛的时候也是有跟泳圈合照，已经好久没有把泳圈拿出来了，生灰的。这个场景真的超可爱，我相信很多女生应该都跟我一样很喜欢。粉红色的，建议大家真的穿白色来会比较好，适合拍。你怎么又穿下来了？啊，我就懒人呐、啊，我就借机休息一下这样子。没有，因为我比较高，然后他比较低，我想说这样才可以跟他整个合影。我的妈呀！我今天睡了。哎呀！到此为止了，我先回家了。好好玩哦！有一种那种去主题乐园里面，然后就是坐在那种剧院里有那种 4D 感的感觉。然后因为其实这里面它就是看像地板啊，它其实都是有投影的，雷射投影效果，所以四面墙，然后五个环境这样子，我觉得蛮酷的。
而且呢，我今天还看到，哎，我想说就是在一个展览厅里面哦，不用走太多步，我就觉得太棒了。就只有在一个空间里面很适合我，因为我的频道宗旨就是让懒人也可以出来动一下。科普一下哦，这个水神呢，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呢，会还原成水哦，不会感染，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，所以小朋友、孕妇也适用。万万水神呢，不伤人体，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。如果不够用的话呢，可以干脆把这个生成机买回家自己来使用。